圆圆，能上你工位玩去吗？这就是我的位子呀。不仅要上位，连我的桌子你也要占啊？不是，那不是金总安排的吗？然后端茶倒水。行行行，你别啰嗦了。 我给你腾地儿，不用麻烦，都给你准备好了，都照着。谢谢你。老师，对不起，尚老师安排我坐这儿的，那我给您收拾一下东西。不用不用，那个我走，放心吧，我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。 陈啊，慢点，没事，顾老板您担心了。哟，您又怎么了？外头没有地儿了，我觉得你这屋里挺合适的。别呀，您这让别人看见，您怎么想啊？爱怎么想怎么想。 今晚上，我带着小飞象登门道歉。有马事，有马事。摸着良心，说说，我平时对你不错吧？相当不错。你跟方向是我传的承的吧？是是是，您是大媒人。 这我的嘴像告言的了吧？啊，这台里上上下下有第三个人知道你已婚的事儿吗？行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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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意过。你这办公室装的还挺人模狗样的哈。超标了吧？没有没有，正合适。烟，一条烟，居然有一条烟！我记得你不抽烟呀。那个是会给老金买的。行贿？不是，我们俩看球，我打赌输了才给他买条烟。那就是赌博。这是我送给方乐的，行吗？那我就替我们家胖子谢谢你。天哪，这是一瓶酒吗？我没有看错吧？居然敢在办公室里喝酒？没没没，不是我的，孝敬您家老爷子的。那老爷子指的是我爸爸还是我公公啊？您稍等，一人一瓶，啊，我给您装上。那我替他们二老谢谢你了。甭客气。哎，你那绿色的盒子是茶叶吗？哎呦，你眼神真好使。是我最爱的零钱茶吧？这正好就是，您先拿过去喝啊。没有，带到这儿来拿。得嘞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我先走了。好。哎，电话响，你帮我拿一下。来。来接我一下啊！我东西特多，走了。哎呦，我找我谁？你说有他那样的吧？啊，他就那娘样，能娶这么一个老婆，貌美如花的老婆，组建幸福家庭，谁的功劳啊？你的功劳，还是的呀。那他干嘛现在对我这样啊？所以说我从他家是这么点破玩意儿，我告诉你，他一点也不亏。媳妇儿，我觉得你说的特别有道理，真的。上北京上最近啊，确实有点长行势，那还不是跟三儿学的呀？另外也确实没他这样的，这不刚卸磨就杀驴吗？你。
什么驴？玩驴。大姐来家里了？啊？给你带堆毒品。还是大姐心疼我。为什么？她让咱们俩明儿去趟医院。你跟她说了？哎呦，我这事儿我哪敢跟她说呀？她要说给咱俩做检查，看什么原因导致流产，我替你给拒了啊！哎，你最近躲着点大姐啊！啊，你躲着点她。我知道了。瞎打听她。我知道了。你等你官复原职，工作恢复了，儿子怎么说？我知道了。你小子活得潇洒，活得自在。你说咱们胡同里这些小母鸡儿，让你踩个遍。哎，要是把你这些后代要都孵出来的话，那得办个养鸡场了。你小子有能耐。真有本事，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呀！我不行啊，我得为我那些儿女们操心，我得想着让他们给方家生个大孙子，我得念着啊，被老天爷收取的外孙子，活得苦，活得累。方小乐啊，你别看我一天到晚我嘻嘻哈哈、风风火火的，我活得不如你。哎。我敬你一杯。哎，好，干了。嗯，再来一杯。嘿，好，来，再来一杯，再来一口，再喝深点儿。我已经到了，对，我刚才到医院的时候，爸已经办出院手续出来了。好，我到了啊。老爸，你真是，你怎么上次出院了呀？哎呦，孙子来了，你还喝上酒了？这酒现在不能喝。哎呀，没事没事。爸，您不能喝酒，现在。没事，我跟你说，你走，你陪我喝点吗？这不行，这太疼了，你陪我喝点。行，你少喝点，我帮你喝。对，来。去！哎呦，别害怕，那是自己人。哎，得宝贝儿，下来，喝多了的。栓柱啊，我有好多心里话，我想跟你说。今天就咱们爷俩，咱们俩说点私房话。我这大闺女净胡说八道，说什么这。文子嘛，这想借别人的。我跟你说，他这说的是气话，肯定是气话。顺主，自家的主种在自家的地里，这是原则问题，不能变。